咁呢个人怀疑判作行刑应该系助行，点解叫佢做正行呢？下边暗许大师解释：意一心说信愿行，非先后，非定三。呢、这个不能不知道。为咗讲话方便起见，讲信愿行。信愿行呢三件事情，呢三资粮，其实呢三资粮喺一心当中，喺一念之中。我哋念呢一句佛号，时常讲一念相应一念佛。点叫相应呢？呢一句阿弥陀佛里边与信相应，与愿相应，与行相应。一即系三，三即系一。呢、这个叫相应啊！念呢一句阿弥陀佛，呢、这个里头冇信愿，咁呢句佛号就不相应。不具足三资粮，所以讲系呢个相应，一定要记住呢一句话：信愿行系一心当中，一心清念呢一个信愿行就具足啦。所以佢冇先后，唔系定三，系一二三，三二一。下面为我们解释，该无愿行不明真信，无愿不肯念佛，那哪里算是真信？无信行不明真愿，无信不肯念佛，那这个愿不是真的。无信愿不明真行，一日到晚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冇信心，亦唔发愿，咁呢个亦唔系真信。所以讲，一分做三个，三个都六空，三个都系假，都唔系真实嘅。必须一心当中具足呢三个，咁信愿行都系真噶。今全由信愿持名，信愿持名就系一心，我哋。这个睇课诵本里边参议里边时常见到一心顶礼，一心清念，这个重要啊！如果冇一心就冇感应，一心就是真心，真心就圆满具足信愿行。不是一心，佛经上时常讲的凡夫用心，用什么心呢？三心二意。用这个心念佛不能往生，各位要记住啊！点解讲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？是用三心二意念佛的人多，一心念佛的人少。道理在这里，三心阿赖耶识、门那识、意识，这个叫三心啊。意义呢，门那是意根，第六是意识，这个叫意义。三心意义都是出在佛法里头，凡夫用的心都是三心意义。那哪能成功呢？同各位讲，用呢个心念佛
不相应。用这个心词咒亦不相应。用这个心去研究研究教理还是不相应。这个心要不得啊。一定要懂得用一心。一心里面不但具足信愿行，亦具足觉正正，具足界定位。换句话讲，咁就系六祖大师所讲，何其自性本来具足。自性系乜嘢？自性就系一心，一心就系自性，本来具足啊！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六祖大师讲嘅自性，就是我哋呢个经上讲嘅一心。所以你用一心清念，通通都具足啦，圆圆满满。所以今就现在，全由信愿持名，故信愿行三，声声圆具。每一声佛号里面都圆满具足三资粮，圆满具足三学三位。所以名多善根福德因缘。你经常讲小善根福德因缘不能往生，咁多善根福德因缘就必定得生。善根福德因缘点样培？从边个地方嚟睇呢？就系从一心清念。底下呢一段好好啊，说明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，观经清佛名故，念念中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，此之为也。这个是举观无量寿经来证明，证明一心持名，确确实实是多善根福德因缘。观无量寿经讲，念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每一声名号都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。若福善不多，安能除罪如此之大？如果这个善根福德唔多，点能除咁多嘅罪过？我哋读咗呢个经文，唔少人怀疑啊！怀疑乜嘢呢？释迦牟尼佛好会安慰人啊，好会讲大话。我哋日日念阿弥陀佛，罪冇消除，不但冇消除啊，好似仲日日增加。边度灭咗咁多罪呢？其实我哋念呢一句佛号，确确实实呢、这个里边冇咁多嘅善根福德。咁佛喺经上有冇讲错？佛冇讲错，佛讲嘅完全正确。我哋听错咗，我哋搞误会咗。佛教我哋一心清念，
我哋三心二意喺度念，咁就不相应啦。毛病就发生喺呢个地方，唔知道一心清念，唔知道呢个信愿持名。这个一心旅途一定具足信愿持名这三件事情，在一年当中圆满具足的那个力量，就能够灭八十亿劫生死重聚，这个要知道的。问临终猛切，能除多罪，平日自心清明，亦除罪否？这个问题亦问得好。临终那个时候，念头猛，信愿恳切，所以持名实在讲好容易真正达到一心。平时呢，这个心散漫，精神不能集中，唔似临终嗰种恳切。唔好讲临终，平时念佛同喺紧要关头遇到灾难急难嗰个时候心情念佛都唔一样，都唔相同。可见得平时悠悠烦烦，精神振作唔起嚟，力量不能集中，所以佢嘅效果好细。答如日出，群暗消，清佛明，万罪灭。这个答复是用比喻来说明，好似太阳出来了，黑暗冇咗啦，清佛明，一切罪都灭啦。无论是临终，无论是平时，各位一定要知道，佢呢个地方用嘅呢个字，平日自心清明。呢两个字唔好疏忽咗啊！自心就系一心，如果唔系自心嘅话，灭罪嘅效果好少，好少。散心清明，亦除罪否？呢个系问一般人。唔系一心，呢、这个散心就系讲嘅三心二意，唔系一心。咁样念佛呢，能不能灭罪？前面所讲嘅，通通系自心系一心，呢、这个决定灭罪。答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宁不除罪，但不定往生。这个是真的，牛宇大师没有欺骗我们。散心清明，这个散心就是用三心二意，就是我们平时处事待人接物用的这个心，用的这个心念佛，当然亦灭罪，灭罪的力量薄弱，不能往生。他这里讲得好，不定往生。为什么讲不定呢？看你临终那个时候会不会自心。如果讲临终那一念那个时候自心，
咁就往生啦。临终过一念，仲同平时一样散心，咁就不能往生噶啦。所以能不能往生唔一定。各位要知道，平时能够一心清念，决定往生。所以往生有冇把握，唔好问人哋，自己知道啊。果然自心清念，要几耐时间呢？见到真正嘅效果呢？我哋喺《往生传》里边，《净土圣言录》里边，仔细去观察。于是乎，我哋得到一个答案，大概系喺三年左右。点样知道呢？古来唔少人念佛三年就往生，就预知时至。初次走嘅，企住走嘅，不生病。近代往生的这些人当中，三年成就的好多。谭虚老法师跟我们说，帝路有一个徒弟做蜗牛将，他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人家念了三年企住往生的，预知时至，企住走的，那就算明了自心念，一般人大概三年就可以成功了。我们念佛念了几十年了，消息都没有，这个就是三心二意在这里念了，就是散心念，不是一心念。如果是一心念，早就成就啦。咁亦有人一听到，哎呀，你三年就往生啦，三年就死啦，呢个法门不能修啊。咁仲得了嘅，三年就死啦。可见得口头上讲嘅往生，西方极乐世界对呢个世间非常贪恋啊。咁佢嗰个信愿都系假㗎，唔系真㗎。所以平时念佛装模作样，通通系三心二意。能不能往生都系问题。牛月大师将呢啲事实嘅真相为我哋讲出嚟啦，咁我哋自己系咪要想真嘅往生呢？真嘅要求往生，冇其他，万缘放下，呢个重要啊！一日到晚紧紧嘅捉住呢一句佛号。这个重要啊，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。其他的事情讲实在话，通通不相干。随缘随分就好了。这个事情要看在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件大事。我们无量劫以来，可以讲生生世世都喺度学佛，都喺度念佛，都冇成就。原因喺边度？毛病喺边度？不能唔知道啊！
将原因毛病揾出嚟，将佢消除啊！咁我哋呢一生当然就圆满成就啦。自己实在揾唔到呢个原因，经常讲得清楚。祖师大德讲得明白，这个对我们来讲真正是重要的关头。底下讲，而悠悠散善难地无此积聚故。聚是什么呢？杂气。贪嗔痴慢的杂气。妄想执着烦恼的杂气。这些东西不断点得了呢？但是各位要知道，如果一心清念呢，这个杂气纵然冇断，真的全降服了。因为你心无异用啊，这个杂气它不会起作用，不会起现行，这个叫伏烦恼。这一句佛号念得好，念得功夫得力，烦恼真的伏住了。伏住这个烦恼就叫做功夫成片。在本经里面要解里面所讲的就是念佛三昧，就是一心不乱。从伏住烦恼起，一直到断烦恼，通通都叫做是一心。咁假如讲是一心有九品嘅话，烦恼能伏住，呢个系初品，呢个系下下品，就能往生，大业往生，能够将烦恼断除，咁就上上品。上上品嘅是一心，生方便优如土；下下品嘅是一心，生凡圣同居土。假如念佛嘅功夫伏唔住烦恼，贪嗔痴慢呢个念头仲会时常会起嚟，我哋应该要有大惭愧啊！要真正痛切忏悔，点解自己功夫不得力？点解仲有烦恼现行？唔知道回头，唔知道改过，唔知道自身，仲系继续不断糊里糊涂落去，呢一生就不能往生。所以能不能往生呢、这个权完全喺自己手中。呢、这个下边呢再为我哋说明无始积聚，当知积聚，这个积即是累积啊，生生世世无量劫来我们所累积的罪业。假使有体相者，我们今日讲体积，如果他真的罪业好像物体一样，那个物体就算物体再细再细，尽虚空界不能容受，
这个无耻劫道今日做的罪业之多。那个罪业就好像微尘一样，我们今日讲好像原子好像电子一样，尽虚空遍法界都装不落。好彩他没有提积，虽百年昼夜未陀十万，这个是讲一心念佛的。假设一心念佛的，每一声佛号都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，他念几多呢？一日念十万声佛号，他一百年都没有间断，这个灭得就多了。一一声中灭八十亿劫生死之罪，言所灭罪如爪上土，未灭罪如大地土。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自己要承认，核实在话一点不夸张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罪业真的是重，真的是可怕。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？生到西方世界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不生西方世界，麻烦就大了。这个麻烦亦是不可思议。为什么呢？不能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六道轮回是随业流转。这个就是你积的这些罪了。你到哪一道去投胎，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强者先牵。你心里面的烦恼，贪嗔痴慢的烦恼，哪一个烦恼的力量强，他就先牵引住你去投胎。罪业不好的，贪嗔痴慢，如果讲贪的念头强，不理你是贪财、贪色、贪名，无论你贪什么，只要你那个贪的念头强，你来生就到饿鬼道去了。嗔为心强，嫉妒心强，这个嫉妒是嗔为，嗔为里面的一部分，地狱道去。愚痴，愚痴就是我们时常讲的这个人糊里糊涂，善恶分不清啊，不能辨别是非善恶，糊涂人，糊涂就堕畜生，愚痴，你啲系三恶道嘅业因，称佢叫做三道烦恼啊！呢个系罪业里头最重嘅，所以我哋要谂谂，我哋来生不能到极乐世界，仲搞轮回。轮回搞到哪一道去呢？你心里面自己想想就知道自己去哪一道去了。这些不需要问人的。五戒的念头强，亦就是世间人，人伦道德的念头强，来生只能得人身。十善慈悲喜舍，这个念头强，
来生自生天。五戒十善慈悲喜舍，咁样嘅人少数啊，搞贪嗔痴嘅占大多数啊。我哋自己谂谂自己，自己呢啲念头边一个念头最强？自己到边一度就清楚啦。这个道理，这个事实真相，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你决定会发愿求生净土。因为你不生净土，这个问题永远不能解决。不能解决，各位就要记住，六道里头决定堕三途的机会多。三途里面的时间就太长太长了。实在可怕。饿鬼道一日是我们人间一个月。我们祭鬼神初一十五去供养他祭他，正是他吃早饭吃午饭。我们他一日是我们一个月。他的寿命经常讲得好好，亦是365日是一年。他的寿命短命的都是千岁，长命的是千千岁，出来好难好难，地狱的更可怕。李炳禄从前办大专讲座，编了一个教材十四讲，那个里面又一段就是讲这个六道的。他跟我们讲地狱道的状况，地狱的一日是我们人间2700年，地狱一日我们中国人号称为5000年的文化，在地狱里面做不到两日。你说这个地方能去吗？地狱里面短命的都是万岁，长命的就万万岁，那不得了啊，太可怕了。灵严经里面讲地狱讲得最清楚，地藏菩萨本愿经也讲得很清楚。各位要知道，那个地狱好像陷阱一样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处处都是，一不小心就跌落去了。无耻的罪业咁重，所以呢件事情非常可怕。下面讲为念至一心不乱，则如见人突围而出，非复三军能制矣。这个比喻好似呢个军队，好多好多嘅军队将你包围喺里头，嗰、那个军队比如乜嘢？比如恶业啊，比如无耻嘅积罪积罪，比如呢个三军重重包围你，只有一个方法突围。乜嘢方法呢？你念到一心不乱，大业往生，咁就突围啦，就超越啦。
这个比喻是健人，健是非常勇健，非常强壮，非常勇猛，他能够突围而出啊。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一心，我们一定要一心清念，这个不乱呢，不为一切环境所乱，眼不为色所乱，耳不为声所乱，浅而言之就是时常讲的八风吹不动，我们不会受一切环境的扰乱，不会被一切境界干扰。你念佛的功夫就得到了。我们念佛人看到这个亦动心，看到那个亦动心，世间佛不动心了，佛法亦动心，看到人家参禅亦想跟他去打个禅七，去坐几日，看那个人持咒亦想去跟他去学几句咒语，完啦。这个就不是一心啦，都是搞心心而已。来生仲是搞六道轮回。讲老实话，六道轮回里面三善道都得唔到，决定是搞三恶道。点解搞三恶道？因为你的心自私自利。同纲常伦理不相应。纲常伦理是人道啊。同慈悲喜舍不相应。慈悲喜舍是天道啊。所以来生往哪里去呢？咁就摆得好明白啦。我哋再睇底下呢一段。言清明变为成佛种子，如金刚终不可坏。这个是这个法门不可思议。唔理你是一心是善心，唔理你是恭敬乃至诽谤，只要你嘴里边念一句阿弥陀佛，都成为金刚种子。这个种子决定不坏，边一日完成熟了，这个种子起作用了，会帮助你念佛求生净土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知道这个事实，我们要帮助众生就好办啊。不理他信不信，我们手上拿一串莲珠，他一看到啊，阿弥陀佛啦，万不惊心出来，那个阿弥陀佛的种子就种了下去了。所以同修当中真正有心自利利他的，帮助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他这一生不能去，来生来世多生多劫以后愿会成熟啊。我们如何帮助他，令他有机会听到这一句佛号，睇到阿弥陀佛呢个名号？我哋印咗好多阿弥陀佛嘅贴纸，喺台湾系好方便嘅，到处都贴，人人都睇见，基督教徒、天主教徒都睇见，佢哋将来通通都会到极乐世界去嘅。
我哋睇到都好欢喜。点解呢？佢系后一批去噶，我哋先去，佢后一批去噶。佢阿赖耶识里边已经有咗阿弥陀佛嘅种子，所以呢个就系多俾众生机会，多俾佢机会。下面举一个例子，佛世一老人求出家。释迦牟尼佛在世嘅时候，有个老人想出家，500圣众皆为无善根。呢啲圣众就系佛嘅弟子，呢一啲阿罗汉。阿罗汉有神通，佢有宿命通，能够观察500世。呢、这个老人500世当中都冇善根，咁点能出家呢？出家要有善根噶，500世都冇善根。最后佛仲系将呢个人叫翻嚟，收咗佢，收佢做徒弟。发现此人无量劫前为苦逼，失声称南无佛，今此善根成熟，直我得道，非异性慧眼之所知也。这件事情《法华经》里头亦有记载，佛爷讲过，这个人在无量劫前是一个樵夫斩柴，这个在美国已经没了，在中国现在内陆里面还有，内陆还是烧柴要斩柴，咁喺山上斩柴遇到一隻老虎，老虎要食佢，佢冇法子，爬到一棵树上，老虎唔会上树，爬到树上觉得好恐怖啊，就叫咗一句南无佛，就咁嘅个种子。呢、这个系无量劫之前阿罗汉嘅能力见唔到，所以佛睇到佢无量劫之前佢有佛嘅种子，因此释迦牟尼佛出现遇到咗之后，佢有呢个缘分可以出家。咁呢个善根成熟，遇到佛出家啦，所以二成声闻缘觉，佢哋嘅慧眼所见唔到嘅，由此观之，法花明过去佛所，散乱清明，皆已成佛，岂不顺哉？法花经常所讲嘅。从这个故事上来看，哪有不相信的道理呢？过去佛到现在佛，这个时劫太久远了，一尊佛修行 成就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，所以古佛那个时代众生就是无心叫一句南无佛，那些人现在都成了佛了，都成就了。这些是我们应当要做的，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。那我们要随这个要随缘随分帮助一切大众，接引一切大众，
用呢句佛号，依家用呢个念佛机，念佛机放喺车上，车停喺嗰个地方，佛号仲照样放，周围嘅人、外国人可以听得到声音，佢亦会念南无阿弥陀佛啦。阿赖耶识里边，通通种下佛种子。复愿之数之余，于此简易直接，无上圆顿法门，勿视为难而接生退位，勿视为易而慢不七勤，勿视为浅而妄自渺轻，勿视为深而忽感承任。这个是牛奕大师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。牛奕大师，我们知道这个是佛菩萨再来的，你看他的言语言辞几咁谦虚。复愿，几乎是恳求的口吻。接是出家人，出家人着的衣服掩饰衣，叫接衣，掩饰衣。苏是在家人，古时候印度在家人着白色的衣服，白衣，所以素是指白衣。知语是指世间聪明智慧的才子，或者是下愚之人，不识字，没有读过书的人。那这四个字就是一切大众，通通都包括在其中了。于此简易直接，此是指阿弥陀经持名念佛的法门。这个法门简单容易，因为简单容易，人人能念，人人能接受，人人都能成就。直接是什么意思呢？是直接成佛的法门。各位要知道，其他法门成佛不是直接的，是要经过好多的等级。大乘法门里面菩萨有51个阶级，这个不是直接的。唯独这个法门是直接成佛，讲老实话，当中51个阶级通通没有，所以佢系直接嘅，因为系直接，咁就系无上圆顿法门。圆满到极处啦，顿系讲快速，顿超，顿超喺所有一切顿超法门里面，呢个系第一法门。这个就是难信之法了。但是我们
不能将佢睇咗太难，睇咗太难就唔敢修啦，唔敢学，亦不能睇得太容易，太容易就掉以轻心啊，自己不能成就，不能睇佢太浅。呢、这个阿弥陀经好多好多人都将佢睇浅，冇睇得起佢，唔肯修学，认为修念佛法门都感觉到好冇面子，感觉到好似系耻辱啊！未过呢几年嚟好太多啦，我系82年嚟，我嚟嘅时候好多同修同我讲，喺美国千万唔好讲念佛法门，人哋会耻笑嘅。喺美国都讲禅，都讲物啊，大家好尊重啊，耻笑净土法门，睇唔起念佛人。所以我初到美国嘅两三年啊，通通讲口头禅，讲口头禅，佢哋讲唔过我啊，将嗰啲学禅嘅人降服住啦，然后再讲啲物，糊里糊涂嘅物，我个糊里糊涂物，佢哋都搞唔过我啊。我喺张家大师嗰度三年，物中嘅嘢常识呢，我知道好多，佢哋搞嘅嗰一套呃唔到我嘅眼睛。然后我再将净土法门介绍俾佢哋，佢哋唔接受啊，亦唔敢讲一句反对嘅话，咁就成功啦嘛。嗰、那个时候仲有一样嘢将佢哋服住啦，我从台湾带咗一套阿弥陀经疏抄讲演嘅录音带，一共有330多个阿弥陀经啊，一阿弥陀经330多个带啊，大家唔敢再讲阿弥陀经系浅嘅，唔敢讲啦。咁慢慢咁多年嚟，大家至相信啦。谁不能将佢睇得太浅，亦不能将佢睇得太深，呢、这个法门确实系最深奥嘅。这个呢，这个佛祖都讲，这个是佛果地上的境界，为佛与佛方能究竟，非九界，九界是包括等觉菩萨，他自己能力所能够理解。等觉菩萨一定要得佛力加持，佢只能理解，只能讲得出嚟。等觉菩萨尚且如此，咁何况我哋凡夫呢？佢真嘅系深啊！但系呢个事好容易，呢、这个法门修学起嚟非常简单。非常容易，信愿持名，你睇几简单。无量法门里边，冇一个比呢个
更简单，冇一个法门比呢个更容易啦。呢个系一切法门作个比较，简单容易。咁依家摆喺我哋面前嘅问题，就系信愿持名呢四个字，你能唔能真嘅做到？真做到啦，净土你就有份啦。假如仲系三心二意呢？呢个信愿持名四个字冇做到。呢个系真正能不能往生嘅关键，一定要将呢四个字老老实实嘅做到。换一句话讲，要一心清明。简单嘅讲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乜嘢念头都冇。乜嘢心思都冇，咁就系信愿持名，咁就系一心清念。呢、这个后边又重复前边所讲嘅，盖所持之名号，真实不可思议，名号功德。不可思议，点不可思议法呢？前面讲过啦，而且讲得好详细。能持之心性，亦真实不可思议。能持嘅心性就系能念嘅心，能念嘅心不可思议。点解呢？真心信愿持名就是真心，就是一心。这个不是普通凡夫用的三心二意，这个是真心。真心的功德不可思议，真心是能感佛菩萨是所感，感应道交。真心，众生用的真心，有感佛菩萨就有应，叫感应道交。真诚之心，所持的名号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从理上讲，是真如本性、虚空法界的德号。阿弥陀佛无量啊！从事上讲，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的名号。亦就是讲念这个名号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功德相应。所以持一声则一声不可思议，持十八千万无量无数声，那是声声皆不可思议啊。这一段文里面古德跟我们讲了，它含有三要。
这个所念的佛呢，是景遥境界，能念的心是心遥，能所不疑，心佛一语是法门要。要是妙的意思，圆妙之极，不可思议。这个妙心境法门，这三者都不可思议。牛奕大师他老人家的要解亦不可思议。这个解解得实在太好了，难怪印光大师赞叹说，古佛再来和阿弥陀经作一个注解，亦不能超过其上。曾经有人问过我，印光法师讲这个话是不是对牛奕大师捧得太过分了？各位同修，读了要解之后，你们的感想如何？我这个要解读了很多篇，也讲过很多篇，我认为印光大师的赞叹是真实语，一啲都不过分，可以讲他老人家的赞叹恰到好处，实实在在将阿弥陀佛一切诸佛度众生的心愿通通都讲出来了。这个是讲能持所持，俱不可思议。我们能捉到这个纲领，依教奉行，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，也就是讲决定得生。咁喺未往生之前，所得到嘅功德利益，绝唔系修学其他法门能够得到嘅。乜嘢功德？乜嘢利益呢？身心清净，身心清净，他所显示的就健康长寿、幸福快乐，现前得到的。世间人日日梦寐追求，求唔到啊！念佛人得到啦。咁将来嘅成就，咁就更加不必讲啦。嗰啲系一切诸佛菩萨都赞叹嘅，声闻缘觉。连发生大事
都羡慕噶。呢个成就不可思议啊！能持呢个心性不可思议，所持嘅名号不可思议，往生成就系更不可思议。